2018即将结束。这一年你过得好吗？也许你在无人的夜里悄悄流下眼泪，也许你在生活的艰难中快撑不下去。生活从来不是顺遂的。当你在困惑迷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们正在用一腔热血为你守候一方安宁。年终特刊，我们的2018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心中有光，必然生辉。2018即将画上句号，无论生活辉煌与失意，这一年请不要忘记一个又一个为你守望的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了。